这把的前期可能帮不太了你啊，兄弟。这边玩酒桶，感觉这把应该稳赢，好吧？我们这把中单建模，对面酒桶，感觉这把应该能赢。对面中单是亚索，我感觉只要队友不崩，这把随便赢。我也感觉。我们这打团不随便打随便。 我起来了，对面没人能挡得住。然后发育就行。然后六级的话，我有情况，我自然你就踢快。我每次切屏啊，都在那儿，别拖人家后腿了，行不行？咋咋地的？今天不是个上分反向上分，哎，又100来分了，能不能夸一夸我？ 每次主播切屏的时候，就是想看看别人夸一夸我，能不能夸一夸我，啊？能不能我一看我一切，我一看就是夸我的，这个皮肤好漂亮啊，猴哥加油啊，咋咋地的，能不能行？啊？能不能给点底气？谢谢雨轩。行，这回行了，可以啊。 哎，这倒没配着。 Fuck you, man! 我的。 干什么呀？我去肯定是去不了了，没死就可以。开吧，我都去了，猴子没闪现。 可以好吧，我跟对面酒桶一个一样都不知道。哇！ 操！这也行？哎，真的，我的普通攻击就比他稍微就慢了那么一点点，我感觉就动画效果稍微照他差了一点，我攻击速度其实够的。
砍吧，我再去下路杀手里边，兄弟们。 刚亚索交闪了吗？交了，没闪。那酒桶为什么跟我一样？他也不干事的，我不干事再刷野，他也不干事。 给他直接扶轮回去。你推吧，我不推了。对面这个酒桶其实有点脑残，兄弟们。他跟我一个艾克对着刷。哎，我们中单这把好猛！我操！我们就是个剑魔，有点厉害啊！ 哇哦！这中单一打二。呀。 打皮没知道，脖子可能来找我，大哥说了。 不打了？不打，胡哥，胡哥不打。他们中野和这能行吗？这不打了。打，兄弟。他们好像不来。打就打。Nice。这中野不是酒桶插的吗？不知道啊，但我感觉是可以打的。酒桶应该去下路拉龙去了。
哎呦！那个看主播的补刀，好吧。败了。好像传送。十秒传。七秒，六五四三二，能打不？兄弟，我杀泰坦了啊！我跟他看我，我杀泰坦，你杀猴，他没想风筝子弹 ，nice。所以能打皮，猜中吧，AD交了个加血，还可以。这是对面这波都给我干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他们干我干嘛，你知道？哎。可打，你干嘛呢，老弟呀？你有点瞧不起人了，你还往这边打鸟。哎呦，兄弟！起飞！眉头一皱，熔岩巨兽，妈了个巴子！熔岩巨兽，这把巨兽已经无敌。
不给机会，回家了。26冷却可以接受。小龙用我去不？啊，兄弟呀，小龙用我去不？兄弟，喂，17呀，17在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小龙给了，小龙给了，给了。嗯，可以，我已经无敌了。来炸他。大不到啊，大的到，给我死，出门。拿先锋就好，你推上塔，我们拿先锋。OK。回家了。哎，5v5，我们现在打团随便吗？给我下五枪吧。最近闪现。谁的死亡之舞？剑魔的。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这边这个侧柔，你弱起来肯定无敌。太刀队，这酒桶是个废物，现在。这波猴有船，但问题不大。你俩都得给我死！还传送，还传送个老猴，我让你玩猴，我看你还玩不玩猴。我没第一个枪，一波了，兄弟，一波不了，不回家就一波，卡掉了，只能换一个。不回家就我感觉就可以一波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快跑，快跑！随便打。等一下，等等你大吧，你大还没好。哎，太坦太坦。咋的？咋的？咋的呀？咋的？怎么的呢？怎么的呢？老猴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杀杀杀！老猴25，一波，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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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像一波不了，一波有点费劲了。我先溜一手，我确实有点累。随便打，打死我 ！CDC， 快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，卖了！再见。没事，你活着就行。你活着，我们可以二打五。等我出来，我先回趟家。活着就行，不能打大龙，这边打大龙不等于找死吗？他们打龙慢的，你活着就行。你活着出来，他们不就要打大龙？你活着没事。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，马上，估计要打大龙。他们快打！俺俩真的可以二打五。他们打不了，他们没打，你在追剑吗？快了，剑魔。这剑魔还没死呢，死了。哎，
哎，我们这波可以，我们这波可以二打五的，好吧？我这波很飞，可以，可以去留一下他们。你也很弱，打不死你的。你还回击啊？回击啊！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！还回击啊？留一下，留一下。还要回击啊？我去把这个镜上，这镜没闪现呢。哎，拉红，叫你拉红，拉红，拉红。一波。那都没有用，那都刮痧。皮都打不掉。GG 了，输他。